啊，每年都在招啊，每年都有新人管培呀、啊。不是说保卫处的管培生必须100%进保卫处，可能保卫处的管培生他在保卫处工作几年之后，就是我们双向选择，个人的意向啊、工作能力啊，他更适合别的处，那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他去别的处。本身就相当于入职上海交通大学了呀，这个就按学校统一规定由人事处推荐，还是有蛮多同学有兴趣的。通知刚发出来嘛，收到了好几个简历了。